我想了一宿都没想明白，你们吃的呀、到底是凤梨还是菠萝？这个是凤梨，看到吗？尾部它不带刺儿，给你们选一个啊。这种凤梨呀、在你们当地应该是特别的贵吧？在我们这里就特别的便宜，看看后面满地都是，哇，每个呀都不用泡盐水，吃完还不扎嘴，看看都是这么好的。喜欢的话来我直播间吧。嗯，特别的甜。